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在井还没有流行打野之前呢，就已经用井打野的商恩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用的是伯顿打野。我个人觉得呢，伯顿非常适合打野哦，他有非常不错的缓速控制，还能够冲锋。试试想象呢，有一只等级60的伯顿冲向你，是多么的可怕、哦。伯顿除了过肩摔呢，把你摔走之后还有缓速。而且伯顿的这个爆炸效果呢，如果炸到你的话，还会降低你的物理输出。就是说呢，你跟伯顿单挑是很难打赢的。另外呢，伯顿的冲锋非常霸道哦。如果他跟沙尼对撞的话呢，你们猜猜看谁会赢？这边我们就卖个关子哦，你们可以到体验服去试试看，到训练营试试看哦。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心想哇，伯顿怎么撞赢沙尼了？那这边我们也顺便把这个龙马勾肩摔，把它变成200块。这边敌方的三木刚死掉呢，我们把他兵线压进去了，这样子呢，龙马要损失一整波兵线，还可以推掉敌方防御塔不少的血量。那这边来一个莫拉，我们跟莫拉单挑呢很有优势哦，先把它封起来。这边的莫拉的影子跟被动都已经被取消了，由于时间过了太久，老林用二技能连着他。这边想逃，我们把你抓回来，就个二技能顺利把他震死。那临死前还不要缓速哦，非常可惜。龙马一个普攻呢，应该是受不了我们，就我们顺利逃脱。我们二技能的爆炸效果呢，除了会缓速，还会降低敌方的物理输出。以这一局敌方的莫拉、龙马、玲玲来说呢，都很害怕我们的二技能哦。而伯顿的被动呢，则有一点点普通。那是我们的普通攻击呢，会附带魔法伤害效果。伯顿的全技能呢，都是物理伤害哦，只有我们的普攻是魔法伤害。而由于出装部分呢，我们是出炎魔战斧跟炎魔战甲，非常多的燃烧，搭配我们二技能呢，不管清兵吃野都相当快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呢，请你点个喜欢，每个喜欢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鼓励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，你可以考虑订阅，打开小铃铛才不会漏了影片通知。这边我们看可以抓敌方玲玲，冲冲看，哦，有点可惜，被他扭过了。这边来个莫拉，我们先把它封起来。封起来之后呢，赶紧逃命。这个封锁效果呢，长达三秒哦，比免疫更加厉害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封起来的结束之后，会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跟减速。伯顿大招呢，有一点点难命中哦，但是如果命中的话呢，效益非常的大。想象在五打五的时候呢，把敌方三至四只锁起来，这样子瞬间变成五打二。这边我们先跟这个莫拉呢，争夺一下这个魔龙。敌方朗博走位有点不好，先把缓速，再把勾肩摔，最后我们马加一个斩杀，先把他带走。而敌方也放弃了吃魔龙哦，这样子这一波呢，我们赚了一个人头，比速首度超前。这边呢，闪电侠好像很想吃这个蓝哦。那伯顿呢，刚好是一个没那么缺蓝的英雄。如果我们的中路呢，还是射手想要吃蓝，是给蓝给他的。我们先把我们这些野怪刷干净。伯顿这英雄呢，还相当霸气的，主要是我们头上的角非常的大，手上还拿着一个非常大的柱子。这边上路呢，我们过去帮忙守个兵线，去那里放龙马，还要吃补包。我们直接一技能把他抓回来 ，OK， 顺利把 BOSS。我们现在吃个飞鸟，伯顿清野速度呢，绝对不慢了。这鸟也相当快，继续反一个野怪，然后我们准备去推上路防御塔。需要敌方莫拉在下面，他们的龙马刚复活，复活之后呢，应该会往我们上路移动。可是我们大招的人却已经好了，等龙马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大招把他绑起来，然后在他面前拆他的塔。OK， 这边先关起来，然后拆个塔，拆完塔之后呢，再来杀龙马、哦，勾肩摔，缓速。这边他应该是死定了，插翅难飞，顺利把他带走。一座塔加一个英雄，非常的赚。目前呢，两队的人头数拉开了两颗，
如果没有拆塔呢，还会提高我们全队的经济。中路补个兵线，炮城呢记得要优先击扫，敌方英雄消失。这边下一波兵线马上到了，我们先把这兵线推掉，然后再去支援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可能可以赚到敌方一波兵线。他们不来守的话呢，防御塔要掉不少血哦。哦，来了个爱丽丝，一个零零。那至于我们队友应该先过来帮我们吃个魔龙，我们已经发了很多集合信号。目前来了两个队友。OK， 顺便把它吃掉。这边莫拉别想逃，先关起来，然后再过去还数。加上马加伤害呢，顺利把它带走，成功终结掉敌方莫拉人头。中路有点麻烦哦，我们赶紧过去支援。这边我们看能否抓到玲玲。哦，差一点点。上路的部分，我们的龙马可能有危险哦。我们这几天只是来吸引敌方注意力，毕竟他们两个人呢是可以塔杀的。然后差不多了就要先撤退。这边没有队友过来支援呢，上塔还是掉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吃点野怪发育一下，把我们的大 F 被动叠起来。基本上是我们的炎魔战甲，有炎魔呢，我们单挑基本上不会输敌方任何人。毕竟我们的每秒输出呢非常高，而敌方打我们也不会痛哦。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伯顿的普攻还有附带魔法伤害。进试看抓敌方，哦，关掉一个龙嘛，这边优先击杀龙嘛。那我们的一技能急了一点哦，没有把龙马勾尖摔过来，但是呢，结果还是好的，成功扫敌方两个英雄，接着玲玲一并带走。就我们龙马扫敌方爱丽丝，这波团战成功击杀敌方四个英雄，然后是敌方莫拉 ，OK， 敌方五个全灭，是一个一换五哦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拿到了无人能挡的境界。这边呢，来下路清个兵线。我们的血量不是很好呢，要先回补哦。毕竟我们的出装呢是没有回血能力的。看那个飞鸟呢，就要先把它吃掉。你们看这个清野的速度真的非常快。像一般的坦克呢，吃飞鸟吃相当久。伯顿应该算是吃鸟吃最快的坦克吧。回补之后呢，赶紧来中路支援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伯顿是一个团战非常强的英雄哦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是个蓝 buff， 注意中路呢有我们的玲玲跟马加。我还蛮怕莫拉去抓他们的。哦，果然来了，赶紧过去支援。这一波呢，我们先尝试把他们后排关住。先抓爱丽丝，然后是莫拉。伯顿呢是一个非常霸气的英雄哦，他可以勇往直前，基本上呢是无所畏惧的，玩起来呢特别爽快。尤其是如果你喜欢玩刺客呢，你再来玩伯顿，会觉得哇，我怎么那么难死，还那么的凶。这边呢先来先吃个龙马走位，再把他勾肩摔，索尼把他带走，然后再来处理这个石头。一并把他击杀，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普攻呢有魔法伤害哦。打架的时候呢，记得丢个普攻。这时我们血量有点没那么好呢，我们准备要回城了。那这里先来吃个古龙。然后是飞鸟，先把怪清干净了再回城。我特别喜欢伯顿的一技能哦，非常霸道。那种冲锋感觉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反正就非常疗愈。而且呢，手上拿着一个大家伙，感觉我们谁都打得过。这边下路我们的闪电侠可能有点问题，那由于实在太远了，我们没办法救援。先靠近我们的马甲，
至少先保住门队友哦。有地方爱丽丝呢，总会有点钱，我先把她抓过来。哦，就要是被她溜走了。这里呢，我们人数不够，就先拉开。再一次抓地方爱丽丝，这次爱丽丝要交出人头。哇，这个石头跑得非常快，它是开了 turbo 吗？这边看可不可以找地方摸啦。那这边中路兵线已经到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切入中路，让林过来帮我们一起拆，还可以再拆啊。敌方人呢都在下路坚持住，那这边我们可以拆到底哦。我们还有个大招哦，那这边爱丽丝一个人呢是守不住的。而且我们还有大招情况呢，玲玲是可以跟我一起硬拆。我们先稍微保护一下我们的射手。那这个爱丽丝怎么冲着过来？再来这个飞鸟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吃鸟最快的坦克。那我们还是过来帮忙这玲玲吃个凯撒好了。刚玲玲呢跟墙壁摩擦了一下，增加了她攻速。最后扛了一下，顺利把凯撒吃掉，再来吃古龙。那发现你放莫拉在上面，继续繁衍，把莫拉一块清干净呢，是不要让他刷、哦。这边抓地方莫拉 ，OK， 你再一个普攻，顺利把他炸死。这边呢，我们打算从中路跟上路一起进去了，我们也买出我们的岩盾。岩盾呢可以让我们变硬不少。这边稍微等等兵线，我们先吸引敌方的注意力哦，让我们队友拆上塔。兵线到了就可以直接拆进去，毕竟我们可是相当硬的。先把敌方锁着 ，OK， 抓敌方两只英雄。最后呢，我们的珠宝顺利摧毁敌方的珠宝。以上的时候带来伯顿大爷的闪烁，伯顿的业界呢真的相当霸道哦，而且大招也非常强，相当期待他降临真师傅。那最后呢，我是尚恩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赞订阅打开铃铛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